我靠，最后的决赛变出了葫芦宝贝儿，葫芦宝贝儿，可惜可惜不是高模型卡。来，第一回合咱们很关键啊。第一回合我们先群秒，从左边的第一个兔子怪开始杀，全场拿到了一速，直接秒了1300的超高数据，还没有暴击。先用照妖镜，我秒二，我秒完二以后呢，起一个轻状态的，然后再用照妖镜，越秒越多。第一次灭队买虚弥，第二次灭队买神兽，第三次灭队买无级别，第四次灭队买坤，屌不屌？如果想吃松子的话，哪家实惠一点？散装的实惠吧。双虚弥冲刺，正常杀他没机会灭队啊，血都不掉啊啊！看我挖只影。